上嘛是全国焦点，今仔日咱是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来台一线造势活动上尾一天，而且伊伫桃园县是受到支持者正个欢迎。蔡英文下晡要来到新北市来扫街，暗时活动要进入到上高点，伫台北市的总统府头前凯达格兰大道要来举行一个晚会。各路的党内重要派系领导人，包括卢秀莲、苏贞昌、贾中廷、尤锡坤，嘛拢要出席，替一个蔡苏佩来徛台。蔡文第一线造势活动是来到最后阶段，是来到桃园县，支持者是对着车队的路线表示支持，是甲规个街头徛甲满满满。不少民众看到蔡文除了抢要甲伊握手，嘛有人提钱要予伊做竞选经费。蔡文为落地啊提出不少钱以及红包，蔡文讲是真甘心。他们不是激情，是热情，而且他们也非常理性，在讲政策的时候，他们都能够仔细听，也能够做回应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的民主社会里面一个正向的发展，那也让人感到很振奋。不过嘛，传出蔡文可能伫个金红第一线暗时，伫个凯达格兰大道面顶的暗会面顶来宣布，也是当选总统，会来成立着联合政府。蔡文讲这是马路消息。近来哦，有些媒体的马路消息蛮多的哈。所以不要被这些没有被证实或者马路消息所引导哈。那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，今天晚上大家仔细听就会知道了嘛，不是吗？谢谢。台塑活动会伫个下晡来到台北市，队伍会伫个凯达格兰大道面顶举行晚会，包括着前副总统卢秀莲、三名前行政院长苏贞昌、谢中廷、尤锡坤，拢会上台为蔡苏佩来加油，希望用团结的气势来为民进党2012总统大选加分。记者张志扬、张志佳 SNG 小组桃园报道。